来咋做？我就推背感很强啊。好，慢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姚，今天又来给客户提车了。今天再提一台雪佛兰克鲁泽，今天提的这一台是 1.3T 的，还是红色的克鲁泽。前几天发过视频，因为这个客户本来在我这订的是一个白色的，当时订车的时候给他订晚了，那个车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这台车还没有下板车，我就把这一台车给订着了。本来说过两天到，结果昨天我下午就到了，今天正好来提了，一会儿客户就到，带你们去看看这款车。有人问我说，我为什么一直发雪佛兰别克发的特别多？因为这些车型可以卖全国，知道吧？像那个丰田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车型，它区域限制特别严重，好多客户他只要一问我，我就说这个车有区域限制，没法上你们当地的牌，知道吧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说我现在也不怎么发那样的车型了，针对全国嘛。黑色车标 RS 运动外观套件，全系标配 LED 日间行车灯、 LED 远近光灯、16寸运动轮毂，黑色尾翼彰显运动。现在客户也到达 4S 店了，正在验车中。由于其他颜色比较紧缺，所以说买红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1.3T 加48伏轻混，163马力， 6AT， 要颜值有颜值，要动力有动力，落地价才8万多。验车的时候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发动机是必要的一个步骤，不管能不能看懂吧，都要看一下。例如我们看的这一台发动机，三个缸的，这个都能看到，最起码配置不会错。对，是两人骑，就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年底的车。昨天刚到，比上次提的那个沈南人骑要近一点。打开完了，包括那个转向灯、远光灯，你都可以看到，没问题。全系标配 LED 远近光灯、日间行车灯。你看一下后边。对，没啥问题。对，打开后备箱的看一下，这个是原厂脚垫，然后那个反光背心，那个是三角支架，备胎非全尺寸备胎，里工具都在里面。对，能看到。使劲儿啊！轮胎的生产日期吗？那在这儿，这是生产日期，2020年第50周。50周，57，耶，那差不多。纯黑色的内饰，后排空调、中控我都有。克鲁泽搞定。 1.3T 的克鲁泽还是比较帅呀。来个加速，看推背感很强烈，是吧？前段时间有个网友说，他说那个 1.3T 的克鲁泽不是，他不是年轻运动吗？这个车一停产，好多卖的都是，就是好多人想要，要不是英朗 1.3T 的没人要，因为英朗买那个车的年龄都是，就是有的时候吧，女士她对动力要求不大，或者就是上了年纪的，就是这样。英朗 1.3T 现在压库压的都特别多。我昨天不问你了，我想你英朗 1.3 你不要是吧？太走了这。但是如果说是 1.5L 的精英版的，它就比克鲁泽内饰要好看一点。它那个风格设计的比较稳重，对，就比较稳重，不是就是年轻人。对，就适合开速车的，不需
需要动力，对，就去买个钱，对。现在影廊一折三 T 嘞，比一点五 L 嘞便宜几千块钱。这个车，我问了几个店，现在这个车是宝贝，物以稀为贵，比一点五 L 那个自动越长版嘞，就是四缸带电床那个还要贵。如果奔驰的话，这五千块，稍微改装一下，对，效果非常好。对，你可以贴个膜。我前两天买的那个红色的，他就是他也是准备贴个膜，刚开始他也要白色和灰色，不是没有车吗？现在没有倒车。前段时间你说那个白色，当时但你没有定住，定完了。